感谢大家来到温哥华青霞访谈。我们上次做的节目是86岁快意人生，讲的是步行者夫妇，一个86岁，一个84岁，他们自驾游遍了欧洲、美国、加拿大，能走30公里山路，还能一天开车400公里，真的很让大家佩服。他们是怎么样保养自己，让自己这么年轻有活力的呢？两夫妻在退休前都是国内医疗方面的专家，为了保证自己的健康，把各种重要的营养素搭配起来，就成了一个配方。这次他们把配方无私地分享给大家，仅供参考，不是医疗建议。后面的两期我们还会讲述他们的生活方式，达到钻石分是怎么样做到的，还有他们平时家里的饮食吃的是什么。欢迎大家订阅，以免漏掉。您的背景是，在国内是做医生，做医生的，对对对，是内科医生，内科，对。然后，那您是那个心血管方面是比较专注的哈？对，您两个人，你们都是状态这么好的话，跟您做医生这个背景有关系？应该很有关系，特别是退休以后，我们比较关注这个维生素等这些营养素对人的作用。所以我根据各方面的资料理论来设计了一套能够保护我们自身的各个系统组织的一套营养素，维生素等等。我们大概坚持吃了20多年。所以现在状态呢，就应该是比较好的，因为细胞的代谢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就是衰老的比较慢。就是这样。对对。他这个。美国哈佛大学他跟踪30年有个研究资料，就是能够注意吃营养素的，包括维生素这些的，和不吃的这两组30年做对比的话，服这种营养素的，大概5年以后两组看不出明显差异，但是15年以后发病率、死亡率相差75%，所以我们现在25年。可能就正好已经显示出他的优势了。对，所以现在跟同龄人比的话，这个状态好太多了。应该是和我们同学和我太太他们同学比起来，我们状态应该是最好的。那个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吃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服用的维生素类的，像多种维生素加微量元素。但是这个呢，它的含量一般都比较小，是最基础的含量。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呢，可能好一点，但对于一个老年人，他组织器官都在退化过程中，这个量是不够的。要更多服。更多的是这样，我们服 B100。B100 是5年前大概美国出的一个配方。它就是 B 族维生素以毫克计的，一律是100毫克。另外呢还有微克计的，那是另外计的。所以它 B1、B2、B3、B4、B6、B7、B9、B12 等等全部都有。B 族维生素的使用必须是联合使用，互相有个相辅相成的配合问题。单独使用不如联合使用。所以我们吃 B100， 这是每天必吃的。原来作为抗氧化剂，这众所周知的，就是一个 VC 和一个维生素 E。这个要吃 VC， 我们日常每天1000毫克。维生素 E 呢，女性在停经期以后可以吃到1天400个国际单位。男性呢可以减少200个国际单位。它主要是抗氧化、抗自由基。能保持年轻的状态。那就是抗自由基、抗氧化，对，这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环境里的自由基，像游离电子吧。汽车尾气啊什么的，这个化肥啊、杀虫剂啊什么等等，调味剂啊，这些它都可以带给烟雾啊，
都可以带来自由基来损害人体，所以人体很多的疾病是由自由基引起来的。嗯，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传统上来说他们俩都是很好的抗自由基的，可以防止衰老。嗯，但是后来呢，我们俩就又加了硒，十字旁个东西南北的硒，还有一个虾青素。嗯，这个硒它有很强大的抗衰老作用。嗯，它可以保护肝脏，具体的机制我这就不说了。保护肝脏，保护胰腺，保护视网膜，保护肾脏，心脏，这个等等。还有一个很最重要的，它作为一个抗癌的一个很好的元素，硒。所以台湾叫硒是抗癌之王。这是一个硒我要说的。后来呢，我们俩在疫情期间到处这么跑啊跑，也没有感染。您打预防针了吗？打了三次，哦，第四针没打。哦，这个我当时就没有找出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以为就是我的这些保健起了很大的作用。倒是哪一个起了很重要作用，当时不知道。最后今年的三四个月以前，美国最大肿瘤医院的一个研究人员，一个博士，发表了一篇论文，叫新冠肺病毒它感染人体以后引起人体的多器官功能衰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病毒和人体的免疫系统发生反应。免疫系统抗病毒的过程中，打仗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自由基破坏了人体细胞的电平衡，而引起器官衰竭。我看了以后我就知道了，硒的抗自由基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00倍。有的资料说800倍，咱们全血上500到800倍的话，那我们体内就很强大的抗自由基的这个力量。所以你病毒作用即使作用我们人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也被我一扫而光。对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虾青素。啊，虾青素也是一个抗衰老的很好的一个东西。具体的功能大家网上查。虾青素的抗自由基的作用是维生素 E 的500倍。嗯，那就是说我们俩所吃的抗自由基的这两种硒和虾青素就有维生素 E 的1000到1300倍。那还要吃维生素 C 和 E 吗？因为已经吃了更厉害的了。但是你要知道维生素 C 并不是，这些都不是光一个作用。维生素 C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中文名字叫抗坏血酸。它是血管内皮细胞之间的粘合剂。如果维生素 C 缺乏了，血管容易细胞容易断裂，互相分离，这样子可以造成渗出。可以发生炎症。所以维生素 E 最早的发现就是欧洲，曾经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在死亡。出血。最后一看维生素 C 缺乏造成的。所以最早给其他个名字叫做抗坏血酸。当时认为是坏血病，实际上维生素 C 缺乏。所以这些呢我们照样要吃，它还有别的作用。对，抗氧化有更厉害的，但是那个C和E它其他的作用你也是需要的。对，就是说硒和虾青素本身它也有很多作用。另外呢还像保护关节的，硫酸软骨素、氨基葡萄糖和 MSM，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你的关节磨损了60-70年没有不坏的。但是用它来说，软骨细胞可以再生，关节腔的液体可以给它补充够，韧带可以强化，所以关节就保护得很好。另外你像这个 Q10 保护心脏的功能。Omega-3 可以降低胆固醇，可以降低这个甘油三酯，使你血管的硬化程度减慢。另外你像姜黄素，姜黄素对于保护胰腺呐，对于这个抗自由基啊，对于保护其他器官都是很重要的，姜黄素也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还有保护脑，老年人的一般记忆力都比较下来，记忆力越来越减退，嗯，因为你脑动脉硬化，脑的供血不好，嗯，供血不好呢，脑细胞慢慢就退化了，嗯，所以很多老年人他会是脑萎缩呀，智力越来越低，对，容易就是都迟缓了，动作也迟缓了，说话也反应不过来了，记忆也不行了，啊，我现在就用三种，嗯，啊，一种是磷脂酰丝氨酸，嗯，磷脂酰丝氨酸是非常重要的。嗯，它可以保护脑细胞、神经细胞之间的突触不要断裂。嗯，就和脑细胞有个是个里头是网络。嗯，网络互相能够通信息。嗯，这个网络一断，你越来越不行了。嗯，它可以保持它的不断裂。哦，非常不断连就是 一直连着，这个网络连着就好了，不断裂。哦，对呀。啊，再一个就是卵磷脂，卵磷脂是脑细胞的基本成分。嗯，还有叶酸。嗯，啊。所以这三种叶酸大家都知道，也就是怀孕的时候吃。嗯，怀孕时候为什么要吃？防止胎儿的神经管发育异常。嗯，啊，它是保护神经系统。嗯，老年人你的神经系统在退化，它防止你退化。嗯，它就是这样。嗯，所以这三种一吃了，你的记忆力就会很好的改善，起码衰退的比较慢。嗯，等等吧。嗯，我们这一系列的东西就是。我想能保持我们今日这个状态和这个很有关系。对，啊，这是他们坚持了25年的营养配方，他建议50岁以上的把营养补起来。你像抗菌素，我们可以说20年没吃过什么抗菌素，嗯，全靠这个，像维生素 B2，嗯，啊，大剂量 B2，呼吸道、消化道、泌尿系统的急性感染，嗯。B2 1200毫克，嗯，一次性服，嗯，另外 VC 1000毫克，一天三次，嗯，应该不会超过3天，肯定可以好。对，一般人哈就有点不敢这么大剂量的服，其实大剂量服是有科学根据的。B2第一个人体不能制造，必须外来，嗯，第二个B2没有任何副作用，嗯，第三个 B2 的在体内24小时是排空的，嗯，啊B2 在血液里的半衰期是60到80分钟。嗯啊，也就是说，每隔1小时左右 ，B2 递减50%。嗯啊，你1000毫克，1个小时500毫克，2个小时250，3个小时125。嗯啊，它就是递减的。你想24小时，你可以算一算，每零。嗯，这是所有资料都这么说的。所以你大剂量的 B2，它是维生素，它不是药。嗯啊，再加上它递减的这么快，嗯，没有任何副作用。对，嗯，另外 B2 这 B2 的发现是我发现的，嗯啊，因为我看到美国，哈佛大学它有个研究，嗯，就是它的研究的论文的题目是 B2 缺乏是癌症的根本原因，嗯嗯，我看了它这个报告，同时我看了它的动物试验，因为我原来也做很多动物试验的嘛，嗯，我看它这个动物试验，它这个动物试验呢，就是说对照组和用 B2 这两个组对比，嗯。给动物呢，给这个致癌因素，嗯，没有服 B2 的癌症就发生率就基本上就发生了，嗯，服 B2 的不发生，嗯，最后他就拿病理呢显微镜点一看，用 B2 的不用 B2 的这个鼠呢，它这个毛细血管扩张起泡，嗯，起泡泡破裂，嗯，引起局部的渗出，嗯，破裂以后引起出血，最后呢。引起局部溃疡，嗯，所以大家都知道口腔溃疡是B2缺乏引起的，嗯嗯，其实胃溃疡、胃球部溃疡、结肠溃疡全是B2缺乏引起的，嗯，在这个B2缺乏引起的溃疡的基础上，嗯，组织细胞再生，嗯，修复过程中基因突变产生癌，嗯，这是他们美国研究的一个线路，嗯，我认可他这个线路。嗯，但是我在用的时候把后半部砍掉，就用前半部，嗯，不让毛细血管扩张渗出起泡，嗯，炎症就没有了，嗯，不管你病毒感染细菌感染，就这么个道理，嗯，所以在新冠肺开始的大概前年的3月份，嗯，是说希望我写一个关于治疗新冠肺，对，这是国内的一个部门。就请您使馆啊，使馆啊，写一个东西，嗯，
我现在这个资料还有，我写了，后来他们出书把我的这篇全部都能弄一瞧。哦，已经放到书里了。啊，嗯，这个呢，就是用 B 二来控制新冠肺的炎症。嗯，我写了以后，他们送到国内的最高决策机构。他们那个决策机构接到我的这个第二天，嗯，就以第六套治疗方案发到全国。嗯嗯。但是国内呢 ，B2 的量太小，一粒五毫克。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这种思路，我提出来的。嗯嗯。国内的医生根本就不会接受维生素还能抗炎症。对，很多人不接受，其实。不接受。事实上，这几年的实践证明，非常有效。我的病例已经很多了。包括我的女儿，我的外孙新冠肺感染一服自己就知道啊，这么一服第二天第三天就一点事儿都没了。对。太多了，很多很多的是这样。是。所以还有好几个泌尿系感染。最近还有一个，这就是这儿教唱歌的一个声乐老师。他泌尿系感染，通过朋友，我不认识他。通过他的学员来问我。我就告诉他这个，第一天下午告诉他就吃了一次，第二天早上太感谢了，说妈已经好了。这个很多很多，所以呢 ，B 二是您特别看重的一个，这是营养素。我从他美国研究的理论，我把癌症这一段取掉，我光看动物试验的前面，可以减少炎症出现。嗯，那就是不用任何东西，它这个炎症不出现，不就解决了吗？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大概三年前，也是这儿一个朋友，他的妈妈在大连医科大学住院，91岁，心衰加肺部感染，他回去以后，他给我微信问我，说文老师，你这个情况，我说给你实实在在说，90多岁，心衰肺部感染，存活率相当低，心衰控制不了，肺部淤血，肺部感染不能控制。肺部感染控制不了，心脏的负担很大，心衰不能控制。这两个是恶性循环。他说现在医院已经用了各种抗菌素都用了，都已经无效。那是抗药啊耐药啊都无效。问我怎么办，因为我的朋友都会带 B2 的。我说你带 B2， 他带了。我说那好。你给医院说。拿鼻饲管里边往胃里灌 B2。就按照我说的，一天就这么一次把它灌1200灌。他给医院大夫一说，大夫最后怎么办，大夫已经让他们准备后事，什么所有的死亡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最后大夫说我们不负责任，如果你们要这么做你们签字。最近我们在救他说我当时真给他们签了字了。他签字一切出了事他们负责。灌 B2 灌到第四天肺部感染减轻，一个礼拜以后肺部感染没有了，渗出没有了，两个礼拜以后出院。哎呦，所以回来非常感谢我啊，就说他很多的实践。这是在哪国的医院？大连医科大学。哦，在中国的医院。他是专门接到病危通知，他直接往回飞，中国的票没有，当时飞到日本，从日本飞回大连的。所以他女儿现在还在温哥华，就在温哥华住着。这个朋友后来每年和我们聚几次，就是太感激了。是，就是说一般是想不到的，还能用维生素来，不是想不到，这个因为这个知识他没有解决了。不仅他没有，这个是我第一个来发现的。我是从他的动物试验里边得出的结论来处理的。而且非常有效。是有一阵温哥华买不到 B2。对，我的朋友一直到有。是，我知道，我原来是那个新冠流行的时候，我去买 B2， 后来买不到，我在网上买的。网上买也差不多都没有的了。对，但当时 B2 他们为什么呢？这些朋友呢，只要一上去全包了，往国内寄。是这么处理的。所以。有些东西还有一个例子，我有个朋友眼底出血。眼底出血就说人家说眼底出血就给他要激光治疗去做手术。说你一个礼拜以后去做手术。
他就也是很好的朋友，问他怎么办。嗯，他说就是这你拿B2试一试。嗯，他就说你吃上一千毫克，他我就吃1200毫克。啊，就按照这个还加 VC。啊，一个礼拜以后去做手术的时候，到了医院，人家那个医生说啊，不需要，你不出血了，不需要做手术了。嗯，你看多神奇。是。对，那这个大剂量用 B2 的话，如果是连续用会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俩在旅行过程中，我们每天除了 B100 里边有100微克 B2 以外，嗯，我们另外每天吃400毫克，就是一天500毫克。嗯，啊，这就防止炎症发生。嗯。所以在这次在南极的游轮上，嗯，我们这里去的13个人里边，嗯，有3个被隔离，嗯，其中2个已经确定是阳性的，嗯啊，这个另一个也是发烧，可能感染过，嗯，剩下来呢还有好几个流鼻涕什么，嗯，我们俩鼻涕也不流，嗯啊，我们每天吃500毫克 B2，嗯，如果一旦坐飞机，我们都是1200。哦，1200毫克。哦，就是在有危险的情况下，因为飞机是个密封的环境，嗯，通风也不好，嗯，人员比较集中，嗯，这里边各国的都有，嗯，谁感染你都不知道，嗯，啊，感染几率就比较高，嗯，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疫情期间，只要坐飞机，不管是去欧洲啊，去美国啊，是到哪儿，都是要吃1200毫克 B2 的，对，啊，所以这也就保证了我们在疫情期间这么大岁数没有感染。嗯，这很重要的。而且你如果是处在活跃的状态，到处去玩的情况下都没有感染。你像去年年初，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到了大赌场里，啊，就住在那赌场嘛，啊，去那儿赌场里没有人戴口罩，啊，去年年初美国已经放了，啊，就在那种环境下，我们去待了几天，又到了戴斯威里，就是死亡谷国家公园转了玩玩了，我再回来。也没有问题。所以呢，您没感染跟这个 B2 很大关系，另外还跟那个您说的那个硒还有虾青素有关系。硒和虾青素是保证了清除你体内的自由基，这是它根本的原理，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就是说一旦感染了，我也不会发生炎症，为什么？B2 把它控制，这是两道线。不容易，很不容易。像我86，我太太84，这么样子到处跑，体力消耗也好，接触的环境也好，就连鼻子都不流，很难了。哎呀，真是。不过我们也很注意，要到公共场所呢，戴口罩，戴上口罩。那到现在为止，到公共场所我们一定要戴口罩，电梯里我们一定要戴口罩。另外我还有个窍门。只要在疫情期间对面来了人，我是屏住呼吸的。你把散步道上对面来了人，我是憋气，等他过去，过一段我再呼气。是啊，就是你排出来的我不往进吸。他说感谢观看温哥华青霞访谈，我们后边还会继续做86岁快意人生这个节目，分享他们的饮食习惯，另外还有钻石婚是怎么样做到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